白癜风皮损较为明显，常为乳白色，也可为浅粉色，表面光滑无皮疹，白斑界限清楚，周边正常皮肤往往色素加深，白斑内毛发正常或变白，病变好发于受暴晒、摩擦及损伤部位。少数患者在发病前或同时有患处局部瘙痒感。我们推荐一个对白癜风症状有缓解作用的食疗方案：霉豆、香米、西米、紫米、香鱼、莲子、小米、大黄米、白扁豆、芝麻、紫苏子、花生、枇杷、木瓜、杏仁、核桃、松子、榛子、开心果、桂圆、桑葚、大枣、藕各五克，熬粥服用，根据个人食量按比例增减，长期食用对白癜风有缓解作用。有了九玄小针略，每个人都能成为养生专家。